赵薇曾凭借《还珠格格》等热播剧成为内地家喻户晓的女演员，如今有了自己可爱的女儿，又当导演，婚姻和事业可谓是双丰收。近日，知名博主北京冬雨曝光了一组14年前的赵薇旧挂历照片。当时赵薇刚刚被大众熟知，市面上就有了很多赵薇相关的挂历。照片中的赵薇青涩无比，胖嘟嘟的脸蛋更显清纯。